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我是阿伯，我们又来捡蘑菇啦！哇！这个有点怪哟，哎，我稍微看到过，我越吃不得哟。这个就是吃的不？那个吃可能吃的，可能吃的。第一位 pass。婆婆，这个吃的不？吃的，吃的呀。第二位晋级。漂亮。这好乖，这个卷儿，哎呀，好漂亮！这个，哇，哎呦，好漂亮哦！哎呦喂，这个，这一片呐，哎呀，绝了，绝了！这里面还有，这是好漂亮！走，快点！这比我见过的都还有。看看，漂亮漂亮。我量三朵呀，哦，还小了。香香，卷儿都香。爹，记不记得先煎的？飞着，真是好漂亮这个。好脆嘛。个芒秀来了哟！来，来吧。罗罗，就当我罗罗。
见的啊，就是。你没见得到。这是在与时间赛跑，人越来越多了，再快点。这个吃不得吧？这个人在那不得？这哪敢是路？这开辟新路啊！哪里都有人。是个啥子？大窝蛋，麻窝蛋。日，爸，你啷个走嘛？走下面的啷个走？地下也没得路的。我真的是都不害怕呀，万一这真的，万一钻个野猪出来的话，才吓人。好累，我刘海都去那一根根了。好多雾，这些都才发起来，好小。我两个白长一双大长腿啊，就是见别个落的，跑起飞快还是落后别个一步，都被捡了，剩下小朵朵。跑快点喽，走，拉我一把耶！哎呦，鱿鱼的这个指甲应该是茶树果剪的，剪回去。咦，这是五六拿的，剪回去给他们看。好坏都带都带不稳。还是这个劲儿乖，跑比那姐子走回去了。哇！干过了，这还等几天背下劲儿，还有点重量啊！幸好要这会儿给我了一件衣服，不然我就惨了。这个就叫啥子拐耶？松大垮啊！哦，好霸道的名字，吃了得不得拉肚子？哦！这是啥子果子？怪哟！捡了好多呀，这边。看看你呢。
我看好干。哇，但是煎了一道军旗。哇，嗯，这个吃的呀，这种。叉烧锅啊。这个叉烧锅啊。嗯的呀。哎，我忍不得。多得很呐。实际上我都没煎。哎，他那锅片子呢？肥味炸的好的。他煎的长锅子，就没煎到人。哎，他煎了个清汤锅。哎，煎了一道。都吃的嘛。吃的呀。这块是不是啥子锅？那个叉，嗯，那牛那个。哎，那个好吃不得？吃不得？不要。我也煎点个东西。不要，尖尖大部队集合了。你家全部收工。拿手这个是叉烧锅。叉烧锅啊，好多呀，我都没煎。啊、这个也是叉烧锅，看你的大肥肚啊，煎几肥肚啊。那是好多人煎的，好多锅呀，到处都是。到处都是人啊，到处都在说话。觉得吧？你煎得多呀？没有没有，哎，没有没有。还有那卷儿要得，都吃得个。那是好卷儿，那都要得。全是好卷儿个。哎，那卷儿要得，那个才长起来。我这那卷儿要是，那个是啥子锅？吃的呀，他们都说吃的。嗯、这个要不得，是吧？这个不要。那才是好卷儿。吃起又香又熏香。其实我不看到菜一个才漂亮。都得剪嘞，问奶奶说认不得，认不得，都得剪。都不想错过，万一吃的耶。你这个是麻窝蛋是不是？哦，那是麻窝蛋，是麻窝蛋个。嗯。那亲戚好多人讲究喽，才出来。也那么多吃的完吗？哎，怕是聊个没好事。这酒也香个，香。好多品种。哎，再开个小的，滑溜溜的。你这个卷是不是变色了？它有些是黄色的嘛。我也是第一次吃，胆子太大哟。怕不怕哟？不怕。别吃的。哇！好香啊！这十天了，你都白了，我都闻到哟。Thank you.
这少的那是才好哦，那种感觉，新米新少。之前在外面他就说的是半粒少，我分那种。这肥少很好吃，好像少一点粉，它这个也好吃。嗯，好好吃个卷儿。啥子好好吃？卷儿呀。哪个卷儿？那个。呀，真的好好吃。你不敢吃？不是。你就是不敢吃。我想吃颗黄太多了。有啥不敢吃的？那就只给来张了。刚好有一张。哦，好脆了卷儿。哦。甜吗？我收一点。很好吃，点呗。哦，点来了。啊，点来了。嗯。快，一下就凉了。这是一颗猪肝吗？好像猪肝了。这就是猪肝了。好看，里面还二十个颜色。厉害呢，这颜色才变得深了个。嗯。怎么看到一朵卷儿？刚才一见到就得一把猪肝子，抢到手上来了。抢啊！那是绝。那就是这个人抢我，人跑得飞快一些。我感觉我们一点都不得抢到手上去了嘛。这一期大家不要捡猪，刮高兴。哎，刮高兴，看到卷儿了，立马就夺过去。两个月挣到六了。刚开始我们三个在走这个路头，一下来了一群。这片山喊那片山大音，亲切。我觉得今天捡卷儿才有意思，大家强强的捡。走都走得远些个。捡卷儿，你如果光走步的还好，路也不想走。嗯。捡卷儿跑起走。不知不觉就走了一片山。不是捡卷儿，有些地方你就感觉哇，那里好陡哦。嗯。不得去到，有卷儿的话，你啷个都手下就要捡过。